对这行业放弃，我倒还是没有这个念头过。那师父就跟我讲了，你不要怕苦，好好学，学到都是自己的，没有人会偷得走。人家说你在做什么？我说玩石膏，要不然就是说我养倒卡丘哎。台语讲倒卡丘哎，就帮忙的意思。那有时有些人，哎呦，跟你来，你问讲你在做啥工作，你搁搞讲你倒卡丘啊？哎呀，我都在倒卡丘啊，就给人倒卡倒丘啊。这里是台北荣民总医院生长重建中心，正值花样年华的庭瑶，生命历程走得比别人艰辛，在历经骨癌化疗的痛苦后，她的重生之路就要在这里踏出第一步。你知道今天要来做什么吗？知道。知道，但是心里头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？嗯，开心。开心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样我就有另外一只脚了。真的假的？哎呦，我也希望你能够走得好啊。哎，我现在能不能看一下你的残肢？站起来好吗？需求怎么样？便宜又高科技。哦，我也想。摸一下骨头。你这个哦，我给你一个观念哦，我们这个穿义肢的时候哦。我现在手摸的地方大部分都是要沉重的地方，嗯，哦，尤其在这个坐骨这里，哦，一定会沉重，哦，再来就是我现在手捏的这个内侧这里，好，哦，来往外踢，再来，再来，好，往前，尽量踢，啊，往内 ，OK。后面，好，好，来坐。仔细聆听，用心沟通，在这里服务20多年的严明言，为每一位需要的人量身打造义肢，考量个人状况不同，困难点也不同，庭瑶又会面临什么样的状况呢？第一点。他属于年轻人，体力都还不错，那唯一的缺点就是在于他的残肢比较短一点，所以他在如果以后在穿义肢上控制的话，可能功能上没有那么完美了。但是如果要做膝左的话，勉强可以，对，只是说尺寸上必须要修得比较精准一点。移到这椅子上坐一下。可以吗？可以。还可以站多久？可以一直站。接着打磨，要等石膏硬哦。好。打石膏不累，等做好让他走，他才会真的累。因为你想，他必须要带动两个关节，一个knee joint，一个 ankle joint， 膝关节跟踝关节两个要带动，就比较累一点。帮你拿下来了。
你休息一下，等一下我们来量一下你的尺寸。像这种新 case 的哈，他的脚每天都在变化，状况都不一样。有时候今天肿得很大，然后过两天他穿了一阵子，一两个礼拜又瘦了下去，那怎么办呢？没办法，只好重来再打磨。就是这样子。我记得83、84年来的时候，我光那一年我做小腿的石膏模就200多具。虽然有时候觉得说做这个，工作多的时候在赶的时候真的是蛮累的，但是当你看到人家你做好给人家穿的时候，你心里头那种感觉又会不一样。固定住之后，我们用一个比较光滑的袜子套上。等一下我们会拉一个那个塑胶的 PVA， 尽量不要有皱褶，底部倒是没关系啦。然后呢，套上我们准备好的想不想学？想啊，那赶快好好认真读书长大，知不知道？来到生长中心的人，每个都有诉不尽的故事，或苦或甜，这一切严明言严师傅都看在眼里。将近20年的期间，也看到好多事情啊。一些家属把一些自己的，他们有一。把自己的父母亲丢到这里，出院就把他丢到这里，一直到出院才回来接他回去，甚至把他丢到养老院去。当我们然后在那边挣扎着，你知道那我看到那种状况，心痛，我真的很爽。事情哦，干的太多了。现在开始赶那个化学胶进去。好，到前面去把它裁割下来。180设定为180就可以，哎，然后慢慢让它上去，这温度很快，跳很快。
打磨，灌石膏，修磨，灌浆，最后修饰，一个希望逐渐成型。一手打造的作品背后，也藏有许多伤痕。被抛有一个抛刀片，然后我们这样在磨的时候，因为它那个抛刀片有时候会咬住那个东西嘛，会把它带过去，结果手指头被抛刀给抛掉，掀开一半。当时完全是麻木没感觉，过了几秒钟，好痛啊！现在妹妹她的要求是要尽量轻量化，然后又好用，但一切还没有定案就对了。哦，等她测试用过之后，我们再做最后的讨论决做以及决定。后跟踩一下，踢出去踩一下，哎，放单手。我跟你讲，你有一个缺点，就是当你脚踢出去的时候，你会往不经意的往内缩，踩下去就踩下去，不要再缩，坏习惯。来，再来，抬起来，不要往外晃，练习，抬起来，对。不要这样往外甩，你很故意耶，啊？抬起来。如果你要这样，我脚板要把你再往外挑啊。算了，转过去。我决定不忍受你的。放松。去碰它，让它自己来。你不能照顾它一辈子，不能帮它一辈子。是，自己来。那当然自己来啊！难道还要我去你家帮你吗？不可能啊！你这个麻利啊，为什一只脚要承受多大的疼痛？总是乐观开朗、爱开玩笑的婷瑶，在生病的时候不怨天尤人，反而让她重新认识生命的价值。骨肉瘤，恶性骨肉瘤，只是我还在等医生最后确定告诉我，你就是恶性骨肉瘤这一句话。为了恢复健康而独自承受痛苦的婷瑶，历经几次化疗、开刀装人工关节之后，原以为已经控制住病情，没想到命运造弄人，短短三个月之后，病情再次复发。那上来台北，其实医生第一句话就说，他也没有看我的片子，也没有看我的病历，他看到我的脚摸一摸，他就跟我讲，妹妹，我可以跟你保证，我现在摸到的所有地方全部都是肿瘤，保命要紧，我们必须截掉。知道口诀吗？上楼梯就好脚先上啊。嗯。下楼梯就一直先下。等一下啊。口诀，记着。对。对。好脚上，坏脚下。因为你这个是属于四连杆机械式的那个关节哈，所以说你在爬楼梯哈，没有办法像那个微晶片控制的那种关节，它可以弯曲，只能一层一层爬。那我如果要走100个楼梯，我不就要爬100次？哎呦，电梯为什么不坐？也是。
不错啦，看他这样走起路来，100分嘛，我给他个65分。不，美中不足啦，就是右脚承重的力量还不够，还是要再多加练习。那至于步态方面，自己要注意啦。好。哦，100分大概我给个83分左右，算蛮高了。他那时候还在做化疗，在做疗程，刚来的时候我不看好我。为什么？那整个身体状况不乐观。对，但是这次来对他信心蛮大的。加油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你要哎，是，没错。走在路上，脚底无听有三个是谁认识啊？不认识。说笑的啊。时而严厉，时而放松，直言直语的两人像朋友一样，偶尔拌拌嘴。严师傅用专业与陪伴，引领需要的人踏出第一步，但未来的路还很长，还得靠着自己一步步走下去。原本热爱运动的李文元，在30几年前的一次坑道作业中失去右小腿，多年来在生活上早已驾轻就熟，唯独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够再次跑步。像我以前从开始做一直到现在，没有几个师傅会认为说我可以跑步，因为我本身有的骨头很短，就是从膝盖开始算到下面的骨头，应该正常要12公分起跳。那我只有 S 光照起来，算起来只有7.5公分，这个稳定度是绝对比较不好的。为了服务这群行动不便的身障人士，台北荣总身障重建中心每年都会进行多次的全省医疗巡回服务，好让支架装具、辅具维修、义肢师们就近用巧手填补这群人生命中的缺憾。所以我在30几年前那时候没有一个做义肢的敢跟我说我能跑步，是到这几年来让我严师傅给我一个希望了，他说你绝对可以。因此趁着重建中心来到台南巡诊的机会，前来找严师傅讨论重新制作义肢，寻找再次慢跑的可能性。来了，来行。行。整个膝关节、整个alignment中心线下来是歪掉的，变成说你这边这个哈，不能这么进去，要放宽一点。放宽一点，你这个压力就不会那么大。啊，再来就是调角度的问题啊。你这个问题不大，重点是再重新打磨。只能说要谢谢这一些师傅了，真的没有他们哦，我们没办法行动这么方便。这个是最重要的一句话。而9月底刚从台北荣总出院的庭瑶，也趁此机会从高雄老家来找严明言调整他走路的状况。
就是这是我要求装的，看，这是就是可以盘腿啦，对啊，就比较好换鞋啊。然后我就说这个有很多用途啊，像这可以当书架啊，然后我去外面如果没有那个没有桌子的时候吃饭，还可以用这个当，有没有？最好最好你敢放在你的脚底板上，我跟你讲你。好啦，我有调整什么吗？太里面吗？嗯。是太里面，往里面的放下去，调一下，往外转一下。我一感到最欣慰就是他走的比那之前，之前刚在住院的时候走路还有点生涩，会怕会怕的。我现在出去回来根本就像老油条一样。就是说跌倒了就会了啊。哦，是哦，好，那就多跌倒几次。但不能说是我的问题。巡回服务一次大约五天，内容包括轮椅维修、调整义肢、支架、更换零件等。最忙的时候，团队一个早上就得修理200台轮椅，但他们不怕苦，只怕没办法照顾到更多人。从我民国85年到中心报道，那时候早就有开始全省巡回的服务了，那一直延续到现在。其实巡回服务来讲，对一些身心障碍比较不方便的人来讲，会是比较方便的一件事。角度问题啊，但是你如果你这样走的话，一个社会文明的指标之一，就是看他们如何对待身障同胞，也唯有乐观面对人生遇到的困难，才能享受接下来的旅程。而在踏出第一步之前，感谢有这个充满人情味的义肢辅具团来给你倒卡丘。我对我所负责的个案，我的案主，我能够让他自己靠着自己的力量再能够站起来行走，那种心里头那种感觉是不可言喻的啦。其实我给自己就是，反正我已经有他了，对，我有 Ruby 了，现在是 Ruby 混血了，所以我现在有他了，就觉得说，哎，那我就可以开始去，可以跟朋友去出去玩啦，然后自己可以到处走来走去啦，对，就是可以做我自己想做的其他事情了。鼓励大家，对，鼓励大家去做这些东西，不要老是关在家里。现在的话就是试穿，对，就是要练习，嗯，像我爸说，要练习可以飞。